苏梅岛的 Chinatown， 哎，我想就进去走一走嘛，然后就遇到了一个 agent， 那个 agent 那个女孩就很好，她就帮我安排了一切，然后还给我了她的摩托车，哎呀，就那摩托车好对对，我觉得在泰国就是你要找到了摩托车，你就是找到了希望，因为它可以带你去很多很多地方。如果你没有摩托车的话，你只能靠走，其实挺累的，就是这样。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点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过分的计划和打算，因为这个偶然才是人生的乐趣，一切都是注定好的，对吧？就跟我跟二姐其实遇到也是，我都不知道，我就因为那家面店我看了好久了，都没进去尝过，就去了，一去哎，正好在直播，我就随口说了一声，我直播啊，然后就聊起来了，多好，你看看他们在说什么，不知道，反正说了一些有的没的。二姐是抽象，对，哎呀，抽象多好啊，就喜欢抽象派。这个胡子留多久啊？这个胡子一个星期啊，我已经剃了，有点像陈探长。陈探长是谁啊？是那个谁吗？其实二姐的性格很好，她真人的性格比你们在网上看到的更好，挺开朗的。她的那种开朗不是惹人烦的开朗，她的那种开朗也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很怪或者是很反常的开朗，她的开朗就是真的开朗。因为我一般也不太愿意跟陌生人去聊天，但是觉得哎挺好，主要是她给我了车，对吧？不是。他不是开朗，他是疯的，他只是对你们疯，我觉得他对我好像还挺正常的。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都是把快乐给别人，然后自己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会很忧伤。我也是啊，我一个人的时候就也很忧伤的。你等一等啊，我把宝物交给他。操！你们发生什么？我都不行了哈，裂开了哈。是这样子的，这头盔被我摔坏的，我人没摔坏，把头盔先摔在地上的，那没事，问题不大哈。你在干嘛呀？你不戴头盔啊？啊，你找得到路不？要不要我来骑？你要我来骑吧。你要去哪儿？我知道我去哪儿，我来骑，你拿着吧。你行不？要拿好哈。当然可以啦。那你拿着哈，我们上路了哈。胖不胖？还好，等一会儿啊，我把东西放好。这个有一定危险性。摔一个。好了，我替你们搂着二姐，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没事。坐好哈，我有点生吧。再慢一点。我头发有点飘哈，哈哈哈。替你们先搂一下二姐啊！哎呦，刮胡子吧，大叔，行。我在这个平台播了几天了？有四天没有，不知道，应该有四天了。坐好哈，真的走了哈。哎，等一会儿。怎么叫啊？
Sorry. Thank you. 为什么没早点知道里面很好玩呢？ OK。 哎，这里是这样子的，来，你看着哈。好，来吧，上吧。等一会儿，我得绑。我平常就是把他们放到这里，然后让他们坐这个位置。我得绑这个。我操。OK。平常怎么玩啊？我坐好哈，走。OK 了。我们都是歪着脖子看直播的。对呀、啊。你慢点开，你安全第一啊。啊，你放心好了。摔得倒没关系，就是怕车要赔钱。啊，不会的。这么面的胡子为什么要刮？没有，我不是刮，就是修嘛。因为我的胡子其实很麻烦的，它不像老外的胡子，它是卷的、密的。我的胡子其实有点稀疏，而且……我的妈呀！怎么了？而且你不刮的话，它会很乱，而且很丑。因为我的脸其实跟我的胡子，说心里话不是很匹配，因为我的脸还是有一点。baby fat， 然后呢就是很单纯的，他不是那种很成熟的脸，知道吗？所以这是实话，我他妈很了解我自己，好吧。胡子有个性，哎，其实在中国还算有个性嘛，因为中国像我这样的胡子不多，就新疆的比较多一点，对吧？看错，不是，你要相信我的技术。然后在这边就没有什么个性，因为然后我们现在开的是二路，帕塔亚的二路，红灯。红灯也可以闯的，慢慢闯。哎，别，我操！不是这样子吧？正常都是这样子吧？帕塔亚的路是这样，都是单行的，一路是往北往南，不能逆行；二路是由南往北走，不能逆行；三路是双向，四路是双向。二姐开得太快了，我们现在来到了巴提亚的六巷。你好像啥都知道这里，我都不知道这里叫啥，我来了一个月。这个六巷我只知道是非常有名的巷，要记得去二路。这个是一个 Night Market， 这是一个韩国人的夜店 Club K， 但是这个韩国人夜店倒闭了。
野生的。这里是芭提雅的 Chinatown，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看。我这是我的根据地啊。嗯。这个是，我就不直播了，这个不能直播。不能拍那个绿叶子店哈，叶子店不能拍。我的妈呀！哎，我真的没紧张。就认真开车好吧，就 focus。OK。这里是 Chinatown。泰国有麻辣烫，有啊。泰国，你能吃到任何你想吃的东西。生命就受到威胁了。女汉子是哎。
二节可猛，这叫踏板车好不好？我操 ，scooter。裤子都湿了，裤子都湿。哎，小弟哥，来一个吧。你吃，你吃。好吃的，两个。我不要，我不要，真的不要吗？我真的不要，我真的好吃，我真的不要，谢谢你，谢谢你。不客气哈，给我搞尬了哈。我有3000。那你给吧。嗯。我。二姐要嘎你腰子啊，嘎不了嘎不了，我们新疆就嘎腰子的鼻祖。25吧，有没有？有有有有有有。我有硬币。松喜哈。我有硬币。松喜哈。有硬币吗？哦，有硬币就行。那松喜哈。No no one only one 呢？你真的不要吗？不用不用。这个拿回去吃很好吃的。One 呢？那。嫩呆呀，二姐就跟这边的流氓一样，你看看他，你看看。我今天很帅哈。他这边都收保护费的，过来这帮人都害怕他。好玩吗？好玩吗？这是我们爱情的小摩托。该溜子，真是。歪摩托，二姐火锅店就点锅底，菜都是蹭，那多好啊！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我还没这本事呢，我每天他妈的，真的很苦的。上次就是去做这个节目，蹭菜，好玩的很。你有偶像包袱吗？一点点，假假阴阴。你会说上海话吗？会啊。死亡拖鞋，都是穿拖鞋，我也是穿拖鞋。我这拖鞋是在这边买的，我来的时候。我也是啊，泰国的拖鞋。这边基本，你看这都光脚的，你看。Hi buddy， 你看都光脚的。那一组的上海菜不咋地，甜而无味。甜是甜的，但是无味，这可能吃的不对吧？你看，二姐，哎呦，二姐提刀了已经，刀能播吗？不能播吧？可以啊。啊，可以啊，你看。我天天都跟他们砍，哎、我把里面的吃了。二姐无敌了，我现在有点害怕，哎呦我操！有点害怕我吗？有点害怕了。我一会儿要把你带到我住的那里去哦。我不上去。啊？是跳伞基地那个基地是？哎，这个怎么歪了？你按一下这里。按两下，你按一下。哦，我要小心，哈哈，虎牙可以尺度很大，我操。他说什么？他们说什么？他说二姐很久没有碰男人了，让我小心。好吧，今天就为了各位广大的粉丝，我就牺牲一下。你们记得刷礼物。刷个礼物，
小一万都给那个做贡献了，他们你刷一个火箭，刷一个嘉年华，我跟二姐直播是吧？我们对，我们 Thailand 看看有没有唐人街开启付费。二姐完美的背影。二姐的短裤，二姐的大白腿，二姐的神秘拖鞋，虎牙你玩过吗？你看过直播吗？之前没有哎，我就看游戏主播比较多，看他们打撸啊撸，看吃鸡，因为我以前是玩吃鸡的嘛。我是玩落地成盒的。走吧，就在前面，就在我住的那边。然后你到时候你就把那个。好了，又要速度与激情了。好 ，Here we go. Fast and Furious, let's go. 之前不提，遇到二姐爱看就对。OK。二姐得搞个抽奖，这么多粉丝这么捧你，对吧？你应该搞个抽奖。那么两个人，我都不想说了，我们请两个。我之前一播就几百个人在看。给大家买一条泰国的裙子，那个毛绒裙，然后给粉丝们当礼物，好不好？雅马哈，对，雅马哈125 CC， 这个车是街车，最流行的 scooter。要把它卖了哈，你们看，而且现在带我去一个小巷子，很可怕的小巷子。我晚上一个人走这条路，这条路有很多狗。效果。晚上这条路真的有很多狗，还没跳呢。然后这条路的尽头还有个坡。没办法，哎，你要小心点哈！我骑快的话，这个狗要追着我们咬的。哎呦我操！哎，昨天晚上这样子玩了。二姐太疯狂。感觉人好少。是啊，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算是帕塔亚的帕塔亚 City， 帕塔亚 City 还不到天的地方，因为帕塔亚的旅游区人很多嘛。其实你出了旅游区，到了三街四街就人很少，那么基本上这边的当地人的房子比较多嘛，他们当地人喜欢住安静一点。旅游区都很安静。我走，那一个。二姐的家到了。嗨 ，Morning。สวัสดีครับ。哎呦我操！你这干啥呀？你这是要刹车呀？哎呦，心脏都。国内唯一不同的就是人少，其实也还好。旅游区人也挺多的。他就是出了旅游区就稍微好一点。我上去收拾一下我房间。哦，那我把这个交给你。好了，我们跟你。你就在下面他们聊吗？没事，我房间去了。你拿上去吧，你。而且第一天像个女人干，要不你在，哎呀，我感觉把你扔在这里也不好哈。那你车给我，我就知道了。
你找得到路吗？当然找得到了。你叔叔要给我发烧，要不你坐会儿上去。我去，我先吃点东西吧。哎，你饿了吗？可以上去坐会儿，房子还能见人的。他不宠我，他走了。给你们看一下，他走了。不关我的事，是他走的。走啊你，他走了哈，找到路回来哈。上去即是缘分，哎呀，走了走了走了，我的妈呀，把我整尬了哈，整尬了哈。我钥匙拿了，我怎么？没有，他上来坐坐也可以，就有点乱，主要是我这里，我不好意思。往家里面带哈，有点乱哈。有点乱。我乱了哈，我乱了哈。我收起了垃圾，这太多垃圾了。外面跑过来看到是垃圾。钱都往地上滚哈。开房地光看直播，我们收一下垃圾哈，这收这里太乱了，我他妈也不好意思叫别人上来看，垃圾堆都不带这么乱的。那哥们儿他骑着我的摩托车出去转转哈，他去转转试试车。没收过房间，今天他妈莫名其妙把房子来收拾一下看，给我整懵了。楼上怎么这么黑呢？突然，人家说了活在当下，好乱呢。我洗完头了哈，大家新进来可以点订阅哈。我们今天有点那个啥哈，有点懵哈，遇到一个叫啥来着，喝水的哈，突然有点晒哈。你看，今天头一次带男人回来，没有带他回来，还没回来哈。
待了一个多月了，在这边，妈的，没有见过男的，别以为你们见过男的。情商很高哈，这哥们儿，说实话，情商很高哈，智商就不知道，但情商是挺高的。二姐，我的瞬间终于来了哈，十天半个月都没洗过头，今天突然洗了个头，看来改头换面是真的能遇到不同的人哈，我们以后还是要记得多洗头哈。人来换那个什么，收拾一下，把这些硬币给它装起来，太多了。大家好，我是最有钱的硬币达人。全是垃圾，都不好意思。哎呦，这么多人了，今天我看一下，今天都人哈，不算多哈，不算多哈，神神的哈，嗯。我送了一粉丝牌，为什么没牌子？因为我没有加工会啊，我这边没播几天哈，没有加工会，所以没牌子，正常，理解哈。因为我没有加工会哈，没有加工会。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没有加工会，所以没牌子哈，是正常的哈。这边这个平台是才过来的平台哈，是不是人遇到个男的，家里有什么喝的水呀？我还有一箱水。他一会儿来就喝这个。我们待客之道还是有哈，虽然只有水，但是能将就喝了哈。还有旺仔牛奶被我喝完了，没了。我今天去马来哈，你在那边干嘛？我在给大家我在搜东西哈，反正很乱，现在还没收拾好，希望他不要进来，进来那也无所谓。shit， 三月份我得回新加坡了，打劫好多钱，哎，不管你们了哈，我先把这一堆收拾了。你什么时候再回来泰国呢？就回来呀，出去了玩几天呢，去那边，反正都是去玩嘛，没事干。坐了，慢慢的哈。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海盗帽戴上？哎，你说这样子是要戴上，我干吓到了怎么办？今天还是不正常的去吧。很乱呢。哦，这里还有硬币，
这硬币是真多哈。哎，主要是我这边学校一直学不好啊，麻烦了、啊，也要跳伞，跳这么久跳，跳，哇，一股麻子味，我闻到了麻子。泰国不乱呢、啊，去过菲律宾吗？去菲律宾更乱了，蛮喜欢的哈、啊。泰国其实还好哈、啊，不算很乱哈、啊。泰国其实不算乱哈，不算乱。偏糖的 ，OK， 收好了差不多。来吃叶子。我带随便带个两件衣服就去马来了，带个两件衣服就去马来了，没什么带件衣服，就随便收两件衣服哈，一会儿就去那个机场了哈。我操，今天去学习那个机场哈，看一下能不能过哈，过不了的话我们就买一张什么临时买一张去香港的吧，到时候在机场，哎无所谓了，到时候看。戴这个帽子出去，我的护照呢？一下变成加勒比海盗了，今天天气还不错。这哥们儿出去遛弯了哈，你看学了这么久，啥也不会，到现在为止白跳了，相当于哈。你知道为什么戴帽子好看吗？因为戴帽子你看不到我人，你只看得到我哦，原来哦，这样子。那个，你的梦想去冰岛，你可以游过去啊，加油 ！You can do it。就带一件衣服，一条裤子，内裤，内衣，好，完美。都没干，去买呗。今天早上洗的衣服还没干呢，没衣服穿了没？哦，包里还有钱呢。带个两件衣服就行了，无所谓了，带那么多懒得拿，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好。啊、遇到个男的把自己搞得不像个人了，有点尴尬。不错不错，衣服和裤子带过去就行了。我们看到热度没变的话，就说明人还是在哈，就不说话而已嘛，没事，开心就好。我带了两条裤子，两件衣服，我准备背上我这个包就出发，就这样 ，Let's go， 马来西亚。完美呀、啊！收拾东西，我们差不多收拾一下。有点乱，除了乱，其他都好。哎，我包里面有些啥？这一头钥匙要表演一个隔空抛物哈。这个包不使用，没什么麻烦。
了，带着麻痹，到处都是钱，受不了。带点马币啊，带点马币，身上放点马币啊，好神啊！这个是马币吧？这个不是马币，这个是马币。马币，哦，这个是马币啊，美金。啊，带点这个，马来西亚。带点马币，好神呐、啊，受不了我自己了哈！我操，我们好土豪，中不死我吗？那哥们儿，我没看手机哈，那哥们儿应该没给我发信息吧？护照、签证全都没有，直接干。那么远吗？我的妈，他在 Tamara 21，我的发，太他妈远了。我们带1块钱的马币，我们把马币用了，看一下有多少马币，全部拿出来用，把那个2块。这些都是麻痹，我的妈呀，麻痹麻痹麻痹，带点麻痹带点麻痹，是，我天哪，麻烦，我感觉数钱很烦呢、啊。这个好像也是啊，马来西亚在哪里的钱呢、啊？这个是，这让我有点懵，我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是上次的那个入境卡，哎，我的妈呀！我今天不知道我这里装了一些什么鬼。我这里马币还挺多的，你还真别说，一堆一堆的，全是马币。之前去，我居然还能放下一张澳币，哎呦我的妈呀！好像我们很土的样子哈，他应该没看我们直播吧？我主要是这边看不到有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现在看不到有多少人，你们那个看到贵宾席只能看到贵宾，但实际上人数有几个我也不知道，看不到的，好烦哦。他不会应该在，他应该不会看我直播现在，嗯，感觉人走了，整个人都正常了。要得，他过来了哈，我也差不多了哈。我们收好了东西，
其他东西全部放到这里，我们还要回来的。哎呀，不好意思啊，怎么整的，我也不好意思。晒了，真晒了，我就背个这包出就出去了哈。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就出个门，我们泰国还要回来的哈，哈哈哈，啥意思？给我也整的不好意思。这个人有什么意思啊？我靠，把我整的越来越尴尬。意思就是，我晚上飞机就走了，你。不好意思，还要带什么哈？我们看一下护照，我们要确定一下。OK， 护照，穿个拖鞋就出去了。护照，然后我看一下我那个卡，我有一张卡，那张卡可以去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那张卡，我就有点麻烦哈。护照，操，有点紧张，怎么这么快就要出发了？有点被动。哦，这张卡对我来说很重要。美金。行了，这是太多东西了。OK， 紧张。我们赔一根，好不好？然后充电线，我们充会儿电吧。我们差不多2:30出发，这样子吧，哈。你充会儿电，不然的话手机没电也很麻烦哈。这哥们儿意思很明确啊，我操，搞得我挺尴尬啊。我们给他下直播吧，我操。泰国不支支付宝吧？支持哈，那个泰国支持支付宝一些地方哈。对啊，我就带两件衣服。Hi。Why you not go? Sir, what? Why you not go today? Yeah, I will go. I am clean. No good to go to windy tomorrow. Oh, I go Malaysia today. Ah, and how about to Stirling?Where he not go also? Yeah. The American maybe stay in the hotel. Another guy, they have some problem with his ear. Oh. Yeah. You tell him now, he wanna go tomorrow 11. 11, okay. Morning. I will tell him. If you have some problem, you can send me the WhatsApp and I will tell him. You have my WhatsApp, right? Oh, yeah.Can you ping me on WhatsApp? Yeah. Let me check. You have my WhatsApp. Oh, you just scan here WhatsApp. Okay. You for Malaysia for what? My website is there. Oh. I need to go Malaysia. And it's in bank. You
以啊，还要留个情吗？我操，这是艳遇吗？晒哟，哎哎，里头晒哈，里头晒。比正常更正常就对了。哎，你都傻眼。直接买机票、酒店订单就可以直接落地，对吗？哦，可以，可以，可以。他应该没看过直播哈，哎呀，太扯了太扯了，我们大概收拾一下，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哈。哦，谢，充电线，没有没有，没开直播，没直播，没直播。在日本就是感觉支付宝特便宜，所以胡吃海喝。我订的那个订的去马来的机票哈，然后现在就去马来了。你想要干嘛呀？我操你了！Club night, if you feel like a room without a roof. 好热呀，好热呀！他兜风去了那个 Tamara 21哈。他那个，他现在在外面兜风哈，然后我跟他说让他过来，然后我现在我去洗个东西哈，我这里挺乱的哈，就无所谓，但是我是没什么差哈，就有点乱哈，我洗个东西哈，去买东西，没有没有，他去那个，去 Tamara 21里面哈，他去，我不知道他去干嘛哈，他可能觉得有点晒哈，然后我也有点晒哈，我洗个东西哈。洗个袜子，把袜子洗。哎，他们现在要去那个，他们现在要去基地。今天因为云太多了，也没跳哈，就很多也跳不了，云太大了。哥们儿估计也是挺闲的哈，我感觉。其实他现在可以走了，然后我就在这边叫车也可以，看他，我跟他说一声。那就好，那就好。在泰国哈，在泰国哈，
哎呀，放松了，放松了。我们现在把衣服洗完，然后就差不多。转向去哪里？练个锤子啊！我问一下我旅行社的朋友，看情况变了没有？能现在问一下吗？我订了今天晚上的。我刚刚订了今天晚上的那个机票去吉隆坡的，刚刚订的。好好好，一定的，帮我问一下。菜鸟，我他妈现在去机场了。笑死我了，腰疼哈，我这里有点闹哈。Cut long if you feel like room without the room。好乱呐、啊！马上我再问。好的。我这个出去个四五天，短期内高频聊天所产生的暧昧就像放烟花，一个月没整理，你们放屁！昨天才整理了床铺的好不好？昨天那个工人来整理的哈。我那个现在，真实个屁！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真是个锤子。If you feel like a room without a roof。一个月没洗头，今天就洗。我今天又不是为了浴的烦洗，洗了头都浴的烦了，莫名其妙懵逼的。咱们看洗衣服啊，洗衣服哈、啊，他过来了哈。吉隆坡到时候看飞哪里，看直接能不能飞回来。
还是去一趟像马尼拉呀、香港啊这样子。你不知道，他们都知道我那个啥吗？我就忘记住。我们洗一下，洗一下就走了哈。他应该现在在过来的路上吧？哈，那哥们儿有点懵哈。这是我的袜子，袜子可真多，我穿拖鞋过去很少。二姐，你的腿部肌肉都是洗脚才出来的吗？对呀，对呀。我这衣服洗了二十几年的衣服哈，那个肌肉是踩出来的哈。让你见笑了哈。我发现有男的在的时候，你们废话就很多。三月学不好啊！我是个傻屌，遇到个男的，差点弄了个断了个分寸嘛。还没听到声音呢。哎，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坚持每天洗头啊？快点把这里搓完，搓了以后去楼下坐会儿。哦，现在三个小时左右去到那个曼谷机场。我的妈呀！你说我今天会不会被那个马来的遣返回来呀？我操！真他妈刺激，天天能做点事情。我现在在想考虑一切会发生的事情。赶紧问，就这样吧。哦，掉地上了。那哥们会不会找不到路了呀？哎呀，累死了。腿部肌肉都是踩出来的，牛逼哈。上来呀，直接上来就行。有点乱，就是有点乱，其他都没事哈。
见人了。这里这么乱，自己都没生活。搞得我有点焦灼，好难忍。上来哈，给我搞麻了哈，我现在上来。啊，有点乱哈，真的是有点乱。这里来人了哈，有点紧张，还怎么没丢呢？这么来你屋里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吗？小问题，你没给我干嘛？怕啥？二姐牛逼了，在马路上捡了一个男人，现在跟他回家了。别播了吧，关了。播关了吗？没事，你看都没人的，不怕。现在我看一下持续人数有多少，我这边看不到人，只能看到贵宾就送了钱的人，这么点，但是实际上乘以二，他们说我也不知道，很少的。我这哥们还行哈，我把他干上来了哈，有人，哈哈，你为什么要用老年人版的呀？我今天就这样去。我现在就可以差不多出发了，我感觉。很早，那你这个屋子你不用退吗？不退啊，现在不退，我要回来呀、关了，先干活，干什么事情？不是，我是晚上，因为我有一点点小声，我就会醒。那房子很多啊，这里。还可以。这里住的都是教练的。可以吧。车子比房子贵，租的。对。啊？对。对啊。车子比房子。可以的。我看有什么东西了吗？我不用手机什么。对，我的手机在哪里？我让别人再帮我问他们这两天。我也觉得这里还不错的。那我21号帮你把车停在这儿不就完事？可以啊，也可以啊。然后你把那个，对，落地。可以的，落地好。我把钥匙放在前台，放在哪？我带你下去，等一下我看一下东西拿齐没有。你不把直播关了吗？不关啊，没不关。来，让他们看我的那个。就是我到时候会那个被海关遣返的事。哦，你就要一直开到你坐飞机坐到马来西亚？没有，开不了那么久，都没什么人的。享受二人世界，连
高端的猎人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哈哈哈哈哈。不行了。你真的 OK 了吗 ？OK 吗 ？OK 的，我就喜欢这种安静的。对啊，晚上很安静的，晚上那边就有狗，你不要，你出去走的时候，那狗就跟着你走。你想不想去吃那里吃肉？我那天去那里蹭了肉吃了，很嫩的。我就是喜欢不要太靠近闹市区，就住在这边，玩可以玩的那边。对啊，你坐个摩托车过去很近呢。我想一下哈，我就把东西这样子，我有没有东西没带的？我一定要，因为我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我自己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有时候我脑袋有点空旷的嘛，乱了就是乱。一个人，我旅居也是这样的房子，我在后海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房子。后海，北京。三亚。哦，三亚我没去过。护照啊，就是我的护照。出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护照，别的没。对不起。我看看你的。哦，是。小小的，都是些小国家，不多。我都没去过。我去的国家，你看你的。这是太。对。你干嘛？你别这样，我挺害羞的。没人说话的，不要说看看。真是邂逅。关吧。他们在说什么？没有说。我关了，我还要看直播呢。群到龙时自然关，今天不够龙现在。全部都希望我们发生点什么，把我们干。而且在脱衣服哈，你不要急哈。你知道这个是哪里吗？你不要说，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北京啊。北京？这北京1800的，你神的很。不会是缅甸吧？怎么可能？不是东南亚，太娘了。
山是缅甸黑工。他娘的。太平洋随便一个国家，它那个都还是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我自己个人觉得。把砝码一带上，然后带上一点泰铢，然后充电线、宝、帽子，我戴哪个帽子去？这个帽子。还是这个帽子，黑色的吗？黑色的吗？对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帽子。Nice， 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回国呀？我21号晚上飞香港。21号晚上飞香港，那我去香港找你玩呢。可以啊，你来啊。真的吗？嗯，30号去回上海。我就回去了呀。啊、嗯。这么无聊。没有，我要工作了呀。你就去马来西亚，你早点回来呗。我这两天还在呢，我过完年才回香港。你可以过来曼谷，我们一起过年嘛。我去马来西亚想的，我去马来西亚去吃个红粽。那需要多少天？2-3天够了呀。21号等你回曼谷嘛。21号回曼谷，我们在曼谷一起吃个年夜饭嘛。我还有两个香港的哥们儿。我靠，那过年就有捣乱吗？是这个意思吗？对呀、啊。我今年本来过年是想在这里过的。对呀、啊。我现在、就是。签证的问题，对吧？嗯。你赶紧把签证问题弄好吧，你就飞过去，当天晚上就把签证搞完就飞回来呗。这样飞不会出问题吗？为什么会出问题？这个坐飞机好像很贵，他们在查。你不用啊，你有合法的这个落地签的手续就可以了呀。你查什么呢？我出去一下，我又进来了，我怎么了？对不对？话是这样的。我来旅游的，我又没犯法，我交钱的呀。嗯。对吧？你又不是在这打黑工。你把酒店预订单什么都写好，弄好，对吧？你上 Booking。补一个，然后补个一个月，然后把它退掉，你就拿那张预订单给他看嘛，对吧？要机票呢？拿一瓶水。我在旁边喝水有用吗？很乱嘛，很乱，很乱。我啥也没带，就出过来。你们怎么玩吗？今天？啊？你们怎么来玩？相逢不稳，这是缘分，无缘对面不相逢。没事，我们今天晚上已经缝了哈。你这是要干嘛？翻天了？给你换一点。你换了干嘛？我身上有很多那个这个水泥石头，我感觉。
后你现在走了。叫个官就走。好神呐、啊，那几点去比较合适？想不想去海边转转？还是你有什么玩的你要去玩？我是挺闲的，我哪里都哇。我们可以去，我看看啊，你想去那个海鲜市场吗？你去过吗？那我带你去那个海鲜市场，我们吃点海鲜去。又吃？我们这人是不是跟吃的过不去、啊？我们前两天一直蹭别人吃。那老是有人送上门来，到底干嘛？找对头。我们去海鲜市场。说完晚饭过去呗，才一个小时，塞车哈。你四点怎么你得走吧？哎，这两点很早。过去以后，反正我已经想通了，如果我去拿不到机票，我就直接买张商场或者买船拉过去走，反正我这边。反正要出去上班的话很麻烦了。这我最早。放了吧，这个不太好。我就走了呀，又没事。房间里。我们又不干嘛，又没事。要不我们去楼下？但是我手机想充会电，没人了，真的，我上次买了两包这个烟。干嘛？干嘛？二晨怎么这么喜欢美国人？我操！哇！想去哪儿啊？不知道，我想充会电。这个能不能带上飞机？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两万毫安的，今天跟我说不行。应该没事吧？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说没事喽，你不能带，你就放在机场，我会去拿的嘛。你会去哪？你在哪里去拿？我二十一号陪我妹去机场呀。我操！苏万纳普吗？你是苏万纳普吗？是苏万纳普。对啊，你就放在机场。那我放机场哪里啊？谁帮我拿呀、啊？别人有托管呀、啊。我疯了吧？我一个充电宝才两三百块钱，我放个托管一天就是几百块。不用几百块。我记得澳门是十块钱一个小时。是吧、嗯、那你放在哪个地方，你拍张照给我，到时候我去取、哦、寻宝。哎，哦，冰箱里面还有很多我买给那个外国人吃的大米。你现在养了多少外国人？没有，他们确实是有点小气，就是、还好没养，没了就没东西了，空空如也。可以待会儿又没事，反正你也没事干，我也没事干，出去转转。我们几点出发呀？我想一下，我是九点的机票，我六点到机场应该就差不多了哈。我四点左右出发都来得及啊。啊。四点出发，对。就堵车堵到七点都来得及，坐不了，实在坐不了就在机场，就在曼谷机场睡一夜。不用，你四点出发绝对来得及。嗯。我打个 grab 就过去了，很快。下播赶快冲。走吧，我们下去吧。走呗。走呗。我想把手机放到这里充着。我们去办事了哈，我们先下播了哈。
我们去办事了，我们下播了哈。我看一下这个充这个的，不是我想把这个充满，但是我不知道这一个小时能不能充满。你充多少是多少咯。我这个手机也没电了，关键是。你都充的，这个手机有电吗？这手机没用，我这个手机我才那个才买的，专门买来播直播的。然后它上面什么软件都没有，就是 我只有这个虎牙，就我不用的。那你充呗。等一下我把那个线拿出来，这个包。你先不用带包呀，你不走吗？你带包干啥呀？你把线拿出来。你先充着呗。我的插头等一下啊，我要充充电了，我就跟你出去，我把手机充在家里面，然后一会儿。会不会耽搁你时间了、啊？你跟我出去玩，我们俩。我妹还没起来，我不知道。还没起来？对。真的假的？我操！她起来，她要给我发消息的。这么久了。她他妈的睡觉。她昨天晚上没那个什么吗？我们昨天晚上四点多睡的。也太久了吧。四点多睡，我不知道她几点。哎，反了。哦，这一个是这一个。哦，吃多了。那这一个用怎么充呢？插这上面，对吧。那我们下播了哈，我们下播了，我们出去了哈。我们在这里下播是不是有点尴尬呀？我们下播了哈，下播了哈，我们下播了哈，我们去干事了哈，下播了哈，我们去干点正事，拜拜哈。Hello， 我们回来了哈。我们回来了哈，我们回来了哈。我操！我现在打车，然后争取能尽快去到那个。整尬了，整尬了，应该还有一条线的。人呢？人呢？去马兰哈，我们现在，还是要充会儿电，电还没充好，再充一会儿电。有点紧张哈。有点莫名其妙的哈，今天，啊，那哥们儿刚才跟我一起，我们去那边海边吹了吹风，然后就回来了。
最尴尬了，我操！把我弄迷了，有点。我们订了机票哦，酒店。我今天我先看酒店哈，看酒店。哦，等一下，我要去了机场再看酒店吧，把票取了。早点去机场吧，现在打车去机场哈，我们现在。啊，算了。哦，我是从南曼机场。我靠，南曼机场在哪里啊？完了，我今天可能走不了了。南曼机场比较远哈，完了，我感觉我不用走了，南曼机场有点远，我靠。南曼机场我好像有点远，去不了。Oh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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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一下机票。废了哈，废了哈，废了哈。完了，我操！妈呀妈呀妈呀！还不能退票。我真的是牛逼啊！不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买的那个机票要3个小时才能到，我来得及吗？我的妈呀，我现在真的有点懵哈。要3个小时才能到啊！我的天哪，我来得及吗？我是去南曼机场。退不了票的还是怎么？啊，退下机票退什么票？哎，我服了我自己了，啊，我服了自己了。试一下吧，先去吧，管他呢，先去一趟。订机票已知道路程去曼谷。哎呀，我搞错了。
我已经叫了车了哈。这里到南曼机场得三个小时啊，我靠。七点到，希望我来得及哈。反正我没东西，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晚了，今天就在曼谷待一夜，然后明天直接去这上买一张去其他国家的机票。啊，哎，我有个问题问你们哈，就刚才骑摩托车的时候，我把他抱着，他说我在勾引他，有吗？这样子会吗？有点懵。我的飞机是几点来着 ？My flight is seven. 哦 ，8:20. Ten and a half. 好紧张啊，我感觉我今天有点可能会坐不上车哈，但是我已经叫了车了哈。这个车不知道现在是在干嘛，堵住了吗怎么样。这车很慢哈。不是我男朋友，朋友。不是男朋友。哎呦喂，我的妈呀，全部都说是我男朋友。不想走了。不想走了。
哎呀，不是，他挺帅的，没错啊，他长得帅很正常啊，长得好看而已。我一直笑是正常的，不是打车的问题，打车不是问题。没人接单呢。啊，直接去苏万普拉吧。不是，别让欲望冲昏了。我们没发生什么哈，我就觉得他比较帅而已，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他挺好的，他也就抱了一下，还好。算了，我觉得我不用去了，现在堵车高峰区哈。我真的，我突然觉得我不用去了，现在堵车高峰期啊。不是，现在堵车高峰期，他要经过曼谷才能到那个机场，现在打不到车呀。完了噻，没问题的，我自己在国外待很多年了，没问题。打到了，打到了，他来接我要14分钟啊！我直接问他，我之前经常耽误时间，隔天飞也不是问题。哎呀，完了完了，高速路飞都没问题，希望能到。是个女司机，开的估计很慢。嗯。哎，惹毛了，把东西全部收走了，干。充分保，充分保护罩。紧张啊！太塞车了，怎么办？
我没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啊。还有，麻烦了，我的妈呀，无语了。但是关键是这个车现在还很远呢。7点9点飞，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完全足够的。关键要三个小时能到，关键要三个小时我们能到才行，三个小时要是不能到就麻烦。哎呀，麻烦麻烦，一天天没够。就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男孩子跟女孩子接触，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想要睡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哎，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这种还是比较有素质哈，就是，啊，不愿意就当朋友，就这样子，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就很悲哀，好像每个人为了跟你接触，就是啊，想睡你，我想睡你，你想睡我。啊。在泰国还能遇到小看好看的小哥哥，在其他地方都遇不到。OK。那个司机回我了2个小时。我在想，就像这种小哥哥，好看是好看，可是不能把他关在，不能把他，就是好像人哈跟人接触就是挺难人跟人接触的哈，人跟人接触好像都是，没什么玩意。我收一下啊。
泰国来，算了不带。完事了，干嘛？我们啥也没干，好不好？干。司机说2个小时。真他妈的够了，我操！哎呦我的妈呀！他那个，我们刚才出去喝了点东西，然后他去酒店了，然后我就回来了嘛，然后就这样了，没了呀。请我喝了一个椰子，我们在那边去码头那边去转了一会儿。就我们过了以后就赶紧的出去了，我感觉在房间好像。我们两个在房间好像有点奇怪，如果我们两个在房间的话，有什么好解释吗？我又没解释，小 case， 这小问题好不好？这种东西，我操！真的蛮喜欢这一款的哈，操，尴尬死了。没有，我是属于那种人，我只要看到看对眼的我都喜欢。真的啥也没干，我干。你们真的够了哈。有点塞车呀，我觉得这个帅哥可能没你们想的那么阳光吧，我感觉的话，我甚至觉得他不是上海的，就我能感觉得到他，就人跟人接触不一样嘛，应该不是上海。大家新进来点点订阅哈，我们主播刚刚结束完哈。可能也不像上海，因为我是接触过的哈，我接触过上海的，我可能还不上海的。车快到了，对，哎，要到了，要到了，我好紧张了，我就要走了，兄弟们，我要走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这个房子还租着呢。那个司机说2个小时就能到哈，大家新进来可以点点订阅哈，我们去那个。我们现在直播去那个马来西亚。
哎呀，要是那个男生他说，那我们谈恋爱嘛，可能我们两个就真的在一块儿。嗯，好烦哦，他们不喜欢谈恋爱，我也不喜欢，可是我还是很期待。哎，也没什么期待。还有一会儿才到啊，走走走，我们下去了下去了。南曼机场一次就够了，别多想。什么叫一次就够了别多想了？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发生，我干。哎呀，好烦啊！爱情不是不是拉倒，真的是。虽然我们两个是，嗯，就是在房间里面光播的，但是我后来就直接出去了。说喜不喜欢他吗？我喜欢这一款不一定代表我喜欢他，因为我不了解他，我不敢喜欢哈，不了解的时候不喜欢哈，不敢喜欢，他妈都不认识他，喜欢个锤子啊。哦，车要到了，我们下去了哈。出发，出发，出发。Hello?Hello? 那个钥匙呢？哦，在我手上哈。Coming. Sky. Diving. 我走了哈，走了哈，出发了好吗？好紧张啊，我们还得回来呢，把垃圾拿出来。去南曼机场哈，我们回来拿东西。那哥们把我送到楼下，他就走了哈。嗨，这个吗？5954号就是这个哈，到了哈。嗯，我们叫了这么大个车哈，给你们看一下。是个美女，耶 fast， 耶耶 ，I have a customer， 哎 ，my husband go fit， I driver I slow， do fast for him， okay？ How many hours can I run？ Hour. Okay， be quick now。Okay. You can cancel for me？ Yeah， yes。Okay， thank you。Cancel now。Cancel now？ Yeah。How much？You give for driver 2,200. Okay. Okay. It highway 200. Okay. You pay 2,400. Oh my god. No. This one I discount for you. Okay. Yeah. You do. 2,240. But you give me
2000 you give 2300 okay. I fast for you okay. Okay I take my husband go. Where's your husband? Yeah. Where is your husband? Yeah. Where? This near here. Waterway. Okay. Now he met me already. Okay. But he know everything for Bangkok, but I slowly, you know. No problem. You can send already? Yeah, sure, I can cancel, but you should make sure I can arrive 2 hours, right? Okay.给他2400，他只要能把我拉倒，我就算了。2400，哇，500人民币啊，好贵啊！2000是2500哈，500人民币哈，500人民币，哇，真的有点贵了哈，有点贵了，有点贵了。No. Okay. You are there again. Okay. Sorry. Okay, I go. Yeah, 我知道他不用给平台钱，我知道。我出发了。ลูกค้าคนเดียวพี่แต่เขาเอาใกล้สุดไ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หนูอยู่ใกล้เขาสุดเขาก็เลยเรียก哦，不是去叙钱哈，我们去马来哈，我们出去马来哈，现在去马来西亚哈，我们现在。2 hours, right? Yeah. Now it's 4 o'clock. Huh? What time you want? 6:30. 6:30. Yeah. Okay. 6 or 6:30? Really? Oh my god. 6:30. Okay, can do. สวัสดีค่ะ จอดตรงไหนคะ จอดตรงไหนคะ我感觉到不了两个小时，很远的。พี่ขึ้นมอเตอร์เวย์สายเจ็ดเลยก็ได้ไม่เป็นไร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ดี๋ยวเอาฟุกเอาเข้าสู่ตีไฟเลี้ยวไว้เล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หนูจะไปบ้านพอดีบ้านหนูอยู่หนองปืออพี่ตีไฟผ่าหมากไว้เลยค่ะรถตอนนี้รถหนูอยู่โพธิสารแล้ว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ยู่ตอนแรกจะให้พัทยาเหนือแหละพี่แกก็รีบมาเกินถ้าพัทยาเหนือนี่ใกล้ๆหนูเลยดิเพราะหนูอยู่ซอยโพธิสัตว์ใช่ถ้าพี่อยู่ปั๊มน้ำมันเออ现在四点天哪希望能到吧หกบวกสองร้อยใช่ไหมได้พี่จอดพี่好紧张啊，我感觉到不了。ได้โอเคค่ะลูกค้าหนึ่งคนนะคะพอดีเขาต้องการเร็วอ่ะพี่เหยียบให้หน่อยเด้อโอเคค่ะฟาด大家新建可以点订阅哈，然后我们现在去那个马来西亚哈。哦。OK หนูคุยกับเขา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ตีไฟฝ่าหมากไว้ละ
2,400 พี่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ป็นรถใหญ่ไงราคาสูงไปถ้าเป็นรถเล็กอ่ะได้การโชว์เยอะขึ้นมาลูกค้าคนเดียวลูกค้าไม่มีของอะไรเลยทางวันนั้น2,400นะพิมพ์ลงมาผมเลยพิมพ์ลงใน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เลยพิมพ์ลงมาในไลน์ก็ได้ในผมขึ้นลองตรงไปแล้วกดเก็บเท่าไหร่ซ่อมเท่าไหร่รวมทางด่วนเนี่ยรวมด่วนแล้ว 2,400 จ่ายแค่นั้นแหล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ในแอปมัน 2,500 ช่างมันเถอะ我现在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哈，我真的。我其实现在对这个司机印象不好，因为他那个在倒着走。他说要去让他老公来把我载过去，我感觉这样很浪费时间。红路门带路，哎，你对哎，路路。而且他一直在跟别人聊天聊天，哎呦。就会让我心里面特别不舒服。我不知道有多远。This near Pattaya. How far picking? One. How far to pick your husband? About 300 meters. Oh, 300 meters. Okay, okay. 他的300 meters 差不多。我靠，这有点塞车呀。我感觉今天到不了了，我反正有一种直觉就是到不了了，但是我要做好到不了的心理准备。真的两个小时把我送到了，今天肯定能坐上飞机的。我们现在心里面，其实我现在心里面在想，我今天本来就是试一下，如果没上到飞机，我就在曼谷待一天啊，问题也不大。所以说人呐、啊，所以说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像我要多考虑一下我自己的问题。车只有半哦，在这里，她老公在哪里啊？没看到。She can do fast for you. Yeah, okay, okay. Sit up from the seat. Fast, fast. Okay. Don't hide me. Yeah, I know, I know. You drive me? Huh? You told me your husband will drive me. Where's your husband?Okay, okay, okay. Fin, my husband, busy. Okay. Now, him, Fin. Now,
I tell him you give money for him นะ okay no problem แบบว่า have big company no problem go oh I go this taxi yeah, yeah. 我看我换车呀我操 yeah yeah no. Oh, him can too fast for you他让我换车呀现在我他妈的有点懵了这他妈的相当于被哎算了能到就不说了我们就不说那些有的没的啊我都无语了这些人还玩这个 I said he's about fast for okay, you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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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OK Good luck for you now OK Thank you 拜拜 Yeah OK I will give him 好走吧走吧只要能上车好啊妈妈两千多坐个出租车亏了亏了亏了500人民币呀、啊、他没有说要换车呀、啊、刚才他只是说别人载我他并没有说要换车2 hours can arrive? Yeah. Oh, okay. This airport is not Suwon Phra. Oh my god, don't get it wrong.换手套了哈，现在手套干上哈，我们直接干哈。
谁会做酒店的呀？帮我批个酒店呢，我靠，还没订酒店，批个酒店，批个酒店，批张机票看。
那个南曼的路上嘛，南曼的路上。OK 充上了哈，充上了。喜欢不一定要拥有哈，我这人看得很淡的东西，可以一直没有性生活，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很接受这种状态，我能接受的，自己能接，自己尊重自己的选择，自己能接受自己的选择就 OK 了吧。这个男生挺有素质的，我比较喜欢。
我说他是捉鸭子的，我跟他说我不找鸭子，真的吗？我一直对着手机在说话，那边人多，没有，因为我在这边还没有人知道嘛，还没有人知道我，然后加上这边的话我也不是很出名，别人肯定就不愿意看了、慢慢播嘛，我们粉丝也是慢慢涨嘛，现在也快要500了吧，对吧，我们突破500的时候再慢慢突破1000嘛，一步一步的来。现在播的也没有就是说特别的有激情，你都是无意发现的吗？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边还是播到那个首页热度上面去了的，我还是挺用心的，就推荐页上面应该是有我的哈，有可能哈，我不确定，新人主播嘛，有可能这个平台他还是愿意把我推的，就前期帮我推一推嘛。昨天也有一个人是从主页面进来的，然后他就说：“哎，二姐，哦，也蛮开心的哈。”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喜欢哈，一莎莎。就是人生总有一点小尝试嘛，都是小问题的。哎，其实我发现我真的要多出去走走，就是我如果就是其实那种恋爱的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开心的，就是如果多去走走的话应该会遇到不同的人，他还是就愿意跟你接触的人还是蛮多的。其实我很优秀，我真的要觉得自己很优秀，你就真的很优秀。到春五里了，然后
司机你看他，司机很给力哈。现在行驶了20分钟，20分钟差不多走了1/5吧。
雪，我可以从里面展示出一个世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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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到期了哈，出去一趟，回来再落地哈。一个人独处，我经常会爱上那种感觉。我一唱歌，全部都跑完了哈。你让我的原子就说，我一唱歌，全部都跑了。
辛苦，我感觉还得回来呢，到时候。
泡尿，现在好烦哦。
我在拉萨的时候其实还变白了，我在拉萨的时候其实有变白的，我在国内是会变白的。然后我这个肤色是当时去了那个薄荷岛晒的哈，我喜欢潜水嘛。好，没事没事，我现在也在去机场的路上哈。对，这是直播哈，那个18000哈，这是直播哈。我们现在去那个南曼机场哈，南曼机场，正儿八经的直播哈，直播哈，这是司机哈，这司机哈，那个18000晨晨，我们是直播，我们从来只是直播哈，不玩录播哈。然后这是在曼谷，在泰国去曼谷的路上哈。然后因为我的签证要到期了，然后现在就是去那个马来，我准备去马来西亚，我在放歌，因为现在这一路上很无聊啊。
我要是真的去南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了，根本就不用去玩了，他妈的去南非去叙利亚那些地方干，去什么金三角去就是极限运动。像麻子去的孟加拉都不算哈，孟加拉那些地方都还比较安全哈，就是比较穷而已。那南非是比较富有哈。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下一首哈，浮夸不想听，安策不想听，红玫瑰不想听，爱情转业苦瓜可以听，我很喜欢。你干杯再饮，同你干杯再举着，相看忽然间相看无耳，盘中透的那味儿。去了 RGG AK 什么的哈，我们只要能去哈，我们就牛逼哈。南非其实还没那么好去啊，南非那边的话，比如说刚果嘛哈，还有什么？我也没这样哈，没这样。小时 ，1 hour， OK OK， 就6点嘛，差不多就能到，一个小时就能到，还一个小时，就我这边的6点哈，国内的7点哈，我们有国内的有那个时差哈，跟国内。
后再回来哈。嗯。One hour. Yeah. One hour ten minutes. Yeah. 一个小时十分钟哈。One hour ten minutes. OK. 谁讲你个都敷衍？太差。就像当初很纠结的公司。我现在想窝料了怎么办呢，我发现他们的高速路没有服务区呀，我买来的料急啊，现在喜欢足了可以点点订住哈，去蓝曼机场，然后转机出去一趟哈，因为签证到期了哈。新进来的可以点点订阅哈，主播不能一直说话哈，嘴巴在干呢。哈，因为签证到期了哈，新进来的可以点点订阅哈，主播不能一直说话哈，嘴巴在干呢。要喷了，我操！要飙料了，我受不了了。还有点不太好，我这个路，我靠！我操，这个路，我操！
六七。现在不堵车，在那个高速路啊。我就是在高速路上了，现在这叫什么？有点小堵，过了这里就好了。上面有好多插头，迟早要遇到，死的时候也能遇到，在天上啊。
为什么我老是能遇到那种什么我是一颗小虎牙，它有好多个这个号。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他妈的开得好快啊，不要说话。人家唱歌没毛病，你唱歌要命，我唱歌不止要命呢，妈的要的是狗命，干事要命，要命！他说的是要命还是压命？我今天晚上要去吃马来的好吃的。我是一颗小虎牙，这个好像被一个维生的强行改的。OK OK。真的那。通不了，通不了，白来那块钱，白那卡都来了。真的憋得有点不行了，他被尿憋死了。这个从芭提雅到兰曼机场一条路上，它没有高。想撒尿，但是我发现这一路上没有夫婿。
哈，我有点懵哈，那个脑子里面是嗡嗡的哈。变料行千里，那徐州。要不我把这泡料憋到马兰去拉吧，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就拉到我自己就住的那个酒店。哎，我要不行了。刚才吃的那个椰子嘛，然后又喝了水，然后在家里面又喝了水。刚才吃了两个椰子。我不是把那个男孩子带到我那边去的时候吃了一个椰子，然后后来我们俩出去又吃了个椰子。拜麦冬，什么鬼啊？什么意思啊？55。那个成龙寺，你都进进出出好几次了，好看的。54分钟就能到了，还有我们看今天能不能，我感觉今天如果我们坐不到这趟飞机的话，我们就换一趟，因为9点有一趟，然后我看到后面还有一趟了。